吃可能就是炸鸡翅了，这怎么都皮了呢？有一说一，这鸡翅吃起来还不如本来应该这礼拜一发的那七味味香的鸡翅好吃。59块钱，这么多鸡肉，我觉得小伙伴们还是值得冲一下的。如果你正常要买的话，这一堆现在肯德基原味鸡10块11、12，这基本上就是100块钱左右的东西。趁着这三天还是值得冲一波的，15、16、17，对吧？那就再来一盘。嗯，原味鸡的味道还是没问题的，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有味。就在我吃过这么多炸鸡里头，原味鸡也只能排进前十名的，稳稳前十名。当然，肯德基我们也给了他很多次机会了，其实出了大部分食品，跟原味鸡这种还是没法比。就当年肯德基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，或者说对于新中国来说，真的就是个高端美食，你知道吧？就跟现在吃那些什么米其林似的，特别贵，20多块钱。而且当时北京的肯德基就一家在前门，它还有外卖，就是它推一个大型的保温车。然后我第一回吃的就是那个，那时候是22块钱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基本上得有这么大一盒，里头得有个10块或者说10块更多的鸡肉。我爸带着我去玩去，给我买了那一盒，我们俩人吃的饱饱的。黑胡椒土豆泥，网上已经大把的视频可以做了，味儿一样。这是59的套餐，对吧？他与此同时他还推了一个69的套餐。59的套餐可能只能到店，然后69的套餐呢是可以外卖的。那就来看看69套餐。这个69套餐里头叫什么？奥尔良烤翅吗？3块原味鸡，我这摊儿都6个翅根，3块原味鸡，然后2个腿堡，一个蛋挞，一个土豆泥，这就是他69的套餐。当然这个是可以外卖的，来尝尝这翅根吧，跟那个不一样啊。还有3杯可乐啊，这腌过头了吗？这吃起来也不像是奥尔良的味儿，闻起来就是一种真说不出来，就吃起来也不像是奥尔良味儿，也不像黑胡椒味儿，就感觉黑胡椒跟奥尔良中和了一下。这个有一说一还是不错的，腿堡，而且肉很多啊，这特别大的一块鸡腿肉。腿堡味道还是不错的，一如既往的好吃。大概今天就是这个情况啊。然后我个人建议你买59那个去店里辛苦一点啊。如果你喜欢吃汉堡，那69在家点个外卖也行了，反正原味鸡就3块，我觉得肯定不如5块的值。整体口味就没什么说的了，原味鸡 YYDS 对吧，其他的就是真不如原味鸡好吃，就大概这么情况啊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全球首档炸鸡类美食探店节目周一吃鸡，我是许大阳，咱们下周一见啊。下周一预告一下，下周一叫味味香炸鸡超值，我觉得腿堡如果它不特价的话还是味味香的比较值。